good. Is it meeting him?你跟前两天应该同那点凶噻，要是这个一修了过后，那个肉就冒起来鼓起来了。我带几件去了，我就找一点肉我就把剪，他就不得弄，要抓紧一点。你剪你要塞到下面去剪，你咋剪得到嘛？ 就是留个点点，好的。我那时候你说还剪，还剪发剪。是他们又去咋说？人家把那公司我连得不到。把那个是剪刀，拿手机的板面之上都剪了，你看时间拉了，拿出来时间有点牵不到拉了，然后再加上磨那个。 那个细节，细节难，他就把它拖进去了，他就把它，他只要是加半点，我们那个那个拉的。那个专业服务。哦，好破，你还弄些，那个啥子？别说一头一包弄还有。我捡走一走过来，本来说来不着，哎，我不晓得说这儿我，想着高点有个，就看说了没得。 我估计我在想你是谁？我估计挖掉了。挖龙珠呀！啊，他们挖的。哈哈。爷爷在哪？爷爷在哪？不在哪？ 你看叔叔啥子？你跟他学，那你学学。真的好学。那你好好看。你给那个修好了是拿钱的。 不快就不行。 这有一斤鸡蛋。